本人倾向社会致歉，行政院并将成立专案小组，厘清真相，向社会大众说明。张天君前副主委的不当言行，除了有伤机关信誉、制造对立，也造成社会的纷扰，本人谨向社会致歉。行政院并将成立专案小组，厘清真相，向社会大众说明。促转会不会因为个别事件而改变独立、公正、客观的角色，以及依法执行开放政治档案、清除威严象征、平复司法不公、还原历史真相等追寻正义的神圣使命。